炒饭有没有？这一定有的。我要吃我喜欢吃的 ，OK？ 刚刚是点的桌菜。对啊，下次我到台北来，我绝对不告诉你了。那请问一下，我只要天才是芭蕾舞。那你今天逃学一次是吧？哎呀，逃学没关系啦。路上妈妈。妈妈给你闻回来，我就给他接回来了。接下来就果汁吗？好好好，要喝什么？喝巴拉斯还是？巴拉柳橙汁吗？这样子。我不知道哎，我就坐下去了。这回就不敢坐，我也不敢坐。你干嘛？不敢坐，我也不敢坐。哦，搞得半天。明天跳芭蕾舞哦，礼拜二、礼拜五是芭蕾舞。 那礼拜天是英文，礼拜三呢？礼拜三空。那在家里，那个练琴师什么时候来？礼拜六，老师现在到家里来。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小孩子要是喜欢就没有话讲。OK， 不喜欢。如果你硬要他去学的话，那你不必。我跟你讲啊，他先开始啊，他小提琴啊，练小提琴，那个老师的小提琴也是。 后来手脖子这样歪着那里不能学，一阵他就不学，钱就是。那个现在初三了，每一次都不照顾，不是克林一个人怎么照顾，就是克林有老婆也不能照顾，做妈妈像克林没有关系，不是他们不放心在哪里吧？在车上。哎，明宇啊，明宇，你学了几招了？ 很多，我能马上去夜宴。我给他抓了，你来，我都舍不得。这样子，爸爸说这样你没有全勤哦。哦，奶奶害的。我看到忘记记录下来了。这个是拿棍子，大人。老师不行。我让他放在那里留记录起来，我找他身上。对对对，我记录下来了。你不要讲哦，等到你将来有一天这个结婚的时候，姨公这里放出来，就看听到你以后讲。这个拿棍子那个会骂人。 有这么一个女儿是贴心的，好玩的，玩是蛮好玩的，真的蛮好玩的。责任也很重啊。他们同事都讲，哎，你生一个给我吧，生一个给我，啊，生了还要给你的，生了就自己要了嘛，是吧？这么漂亮的女儿不给你的？其实那个挺俊小的时候啊。 挺俊小的时候很像你小时候，妹妹小时候，我觉得比较像小时候。就是抱他妈，我们第一个太太，那个，不要拍我，你抱我们俩拍好看一点啊！不要拍我，你不要等到我眼睛扎起来，你看人家现在这样，扮演了，是用，切割，另外取一个，取一个是客家人。 这个客家人，也是哦，谢谢啊，这还好，已经不想不拿过来就行了，不拿出来，不拿，娘家去陪侄弟，你逃不掉的。你们家亲戚来，朋友来，他也是。你别摆个 pose， 不要，我那个。他的弟弟啊，不要变别扭扭啊。你逃不掉的，你逃不掉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太简单了。 把你的那两个兔子，眼睛朝进头看一看。来来来，好的好的。他先生是师大教授，后来在上海，是信仰书院的时候，我们去他通没通过，毕业那年暑假还没，他还没有。
毕业典礼签名就到他那边。我们下来就去找个旅馆。开了开了。没有啊，因为沿途有我同学呀、啊。哦。因为那个美国那些公路，你又看不到什么。我不晓得，他说他，我说哦，真的、啊，我说我可没，我说他有来过吗？我没看过。拆多久？这边的。人家不走，很好。吃。明明这里还有。吃。拜拜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小梁啊，明天再回家把它搬搬掉吧。那我们在这里哟。这个你可以吃啦，那个好难，不可能吃。还有什么？甜汤，红豆西米露，甜的。有没有椰子西米？今天没有椰子，是红豆。你没有吗？这个啦，这个糖包。我已经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拿给我。然后呢？好吧，要不要？真的要不要？跟你们，我帮你喝点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都到这了。哎，一看都没有照那个好的好。喝光了。我大概这一辈子就是今天。哇，这个要拍一下。这要拍一下。不要，那这汤是你。留下记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酒我都不喝的。哎呦，这个。不能够，这个你这个单位成长，今天这个要打包吧，根本没人请你。不要一天拿你很久，我完蛋了，我身体。对对对。所以就不喝，就带下点酒。喝掉了他。我今天怎么样啊？我提药不能喝酒，喝酒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今天是停药，对不对？哎呀。吃什么药不能喝酒？那个晕眩药。哎，小姐夫啊，我建议你真的你那个银杏吃吃看，真的很有效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个因为什么呢？医疗啊有一个疗程。哦，疗程过了以后完成了，哎，看这个什么枸杞烧什么，当归烧什么，你只要告诉我有中药。看到没？你看，你只要看就好了。这个我不是说我高血压，你看我，不是我没有，是我就空腹下去，你看，吞下去。他说你吃高血压药一定心脏会扩大嘛？你们看，整个性会的。你们看，所以他病历上给我写高血压，什么性的心脏病？